前安氏被公司派到了非洲的离岛史瓦济兰从事行销开发，没想到这一去就去了三年，安氏的事业不但没有飞黄腾达，还惨遭滑铁卢，连家产也被过分乐观的美惠给败光了。于是一无所有的两个人重新搬回到了台湾。你不能过来帮我一下吗？啊，老公，我真的很想帮你，可是我不太方便耶。唐美惠，你把地搞成这样子，当然不方便了。你掌声鼓励，给人家吸一下嘛。哦，好可恶。你这次还要吸吗？你出去，出去。谢谢哈。嗯，老公你还好吧？耶、yeah! ，唐美惠。嗯。不过搬个家，你有必要穿这样子吗？把东西放下来了。你很啰嗦，一个大男人，我弄这个比你还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啊，帮我拿一下哈。哦。拿过来，来来，快！哦，好痛！你顶这个。你顶这个回来干什么啊，唐美惠？哦，爸爸，那是因为整体的造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一身实在是太危险了？有草原的狂野，炎野的呼唤长颈鹿，感觉有没有？是哪个地方在流行这种什么原野呼唤这种造型这种创意啊？史瓦济兰。太太，史瓦济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，它根本没有什么时尚创意可言的。哎，所以谢安子，你看吧，我就知道你哈，你就是完全不了解人家市场需要，你也不了解消费者心态啊，所以我们才会掉在那边，然后什么都做不成，然后被老板这样子，然后卷铺盖回台湾。丢脸死了！那史瓦济兰那些太太全部在机场揍我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！我在史瓦济兰本来做得好好的，嗯，还不是你硬要帮我搞那些什么鬼饲料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害我现在卷铺盖回来。关于这个话题哈，啪！对，啪！那换谁打的？哎，你华丽，我打扑克牌吗？怕什么怕？你刚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？什么？在机场的时候，嗯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偷瞄我。不是很多人，好吗？在机场全部的人都在看你。而且呢，第一行下听说，赶快跑过第二行下来看了。好开心哦！你知道吗？那么多人看我，害我这样从脚到头哦，一点一滴给他红起来，说不好意思，全部都红了。不只是你耶，我是从脚经过膝盖经过，哇，哎，你看起来全部都红了，我比你还红哎。那好，爸爸，你又觉得我在闹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哈，其实那个海关哦，他一直在狂吼，一直发狂说签名、签名、签名的时候，啊、哦，我真的是觉得啊、哦，真的很像巨星的感觉。那我在想，签名是不敢花一颗心表示有一点喜欢他也没关系啦哈，哎，尊重一点，爱那种感觉。海关。
太行。人家海关是叫你签切结书，不准你下次再带那么多违禁品进来了 ，OK？ 王、啊，你不是在嫉妒我吧？我嫉妒你，不是我嫉妒你。我想起来，我今天就在房东来收房租，就去了。房租？啊、老公，你知道有一个老艺人叫谢祖武的？他叫谢祖武。谢祖武、嗯，好，反正就是那个老艺人谢祖武。他不是老艺人。但是你知道谢祖武，所以他就是老艺人呐、啊。不是，我知道他叫谢祖武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老艺人。可是你刚纠正我的时候，你只有纠正谢祖武部分，你没有纠正老艺人部分。我纠正他是谢祖武，但是并不代表他是老艺人嘛。那你有必要争这个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不要争这个好了。好，不争这个，但是我跟你讲哈，老公，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老艺人？我怎么会看不起老艺人呢？我最尊敬老艺人啊，老艺人是我们的国宝，我得奖。不是，老公，我们有必要聊这个吗？我跟你讲哈，我有想起来哈，谢祖武哦，他当年好像是歌星，他出两张，怎么出到两张这就奇怪了。然后呢，听说两张加起来只卖了29片，啊，不知道哪一片卖的比较好，好不好？29除2除不尽啊，哎，一定有一片卖的比较好。然后听说主打歌叫什么？让我靠近你的心。是啊。对，因为他整首歌的曲风其实都安排很好，他两张、第一张卖20张嘛，第二张卖9张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就觉得 A B 店如果这样过来的话，其实整个销售价钱会到3张。我们刚才聊这个了好吗？我们干嘛聊他出唱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聊这个。往事不堪回首嘛，我去开门了。老公你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？我真的不想知道一个秘密，可以吗？你关于我的身体曾经背叛你的秘密。你背叛我的秘密是什么？那就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在结婚前呢、啊，我一直哦，好反对婚前性行为哦。我好反对的啊，我记得啊。然后我一直到那个晚上，我们才……对呀、啊，我记得啊，那个晚上好甜蜜，那是你的第一次，也是我的第一次，我好不理解。我看得出来是你的第一次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老公？嗯。其实，在那天之前，我的身体。就已经怎么样？我的身体就已经有。就已经有怎么样啊？我的身体就已经有屎。到底是有什么东西？你一次讲完好不好？我的身体就已经有10个脚趾头了。真的假的？10根脚趾头。这跟婚前性行为没什么关系吧？其实呢，没关系，12根脚趾头，也没关系，10根脚趾头，一点点就一根出来脚趾头，那没什么关系。你看啊，看不出来，这么多年我也看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我去开门了。可是老公，嗯、我的是一边4根，一边8根的啦。真的假的？老公，这是假的啊！这么多年你都不了解美惠的幽默哈，真是。谁要懂你的屁幽默啊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又在按。不要再聊了，房东已经按了好久门铃，我去开门了 ，OK？ 可是老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想知道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啰嗦了，要不然你去开好不好？你去开。你叫人家去开。你去开啊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听说那房东人怪怪的。嗯。不要乱讲话，那个房东其实人主要我觉得还不错，我们连一次面也没见到，他就答应租房子给我们嘞。但是。看到。相公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牛家，什么代志？相公，去开门呐！谁啊？啊！造型不错，真的哈、谢谢。怎么样？吃饭了没？还没耶。那我们吃牛排好不好？好，牛排。对不起，小姐。是小姐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认识你吗？我们认识你吗？是小姐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认识你吗？我们认识你吗？
刚刚受惊吓了啊！我是陶美惠，他是我老公，全是你老公，我老公，好可惜哦。算了，好了，我叫红母烈士，红小姐，红母烈士，红母烈士，红母烈士这名字好奇怪啊。红母 ，homeless， 红母哦。无家可归的人呐、啊、，homeless 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我没有家，我就住在你们门口前面的楼梯间呢、啊。啊，楼梯间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、啊？楼梯间，楼梯间，楼梯间，那些 S， 你们听到啊？楼梯间，它是楼梯间。我听到了。我也听到了。他没有家的嘛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其实不想有个家，我知道。No， 西皮是没有家的。哦，那欢迎你常来我们家坐坐，好不好？来我们家吃东西啊，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真的？对呀、啊，你人好好哦。我们一起开客送波单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我太久没做了。对呀，看你老公性能力不错，都可以。所以，对不起了。不过你放心。放心。我们西皮是只讲性不讲爱的。没有关系。是孩子那些姐妹啊，如果真的万一实在是很口渴的时候哈，借你止渴一下。真的可以吗？给你植物嘛，试试看。好了，那反正你以后有吃的记得要找我就对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那我走了。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，他。好了，讨厌。讨厌。你知道吗？他刚才抓我抓的好用力。讨厌。你好笑吗？快来占有我！快来占有我，老公！哦，我真的没别的意思，但是换成你，我有种恶心的感觉。先生，哎，是不是他又想要了？好，那没有人在家啊？白痴啊！没有人在家会有这种声音吗？哎呀！巴迪轰 ，Hello， 这个男的，而且英文怪怪的。巴迪，Hello， 其实我要去看他啊。巴迪，呀，出巴迪轰，呜呜，啊呜，呜呜。
够了，对不起，先生，你是先生嘛，对不对？你是，哦，我不是，嗯，你不要爱上我，我很认真，告诉你，我是异性恋。你我没有问你这个好不好？我是想问你是不是房东啊？房东，先生。你真很没有礼貌哎！就像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你遇到老板，你会叫说：“哎，卖菜的吗？”这样老板会很不爽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我们下次就要遇到他的时候，就要很有礼貌的跟他讲说：“卖菜先生。”你虽然我不会叫人家说“喂，卖菜的”，但是我不会叫人家说“卖菜先生”，这驴的好吗？哦，啊，你是笑我没学过你哦？那没有。OK， 房东先生，我不是房东啦。你好笑吗？你不是房东，那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住在你家对面，你可以叫我韩森曼。韩森曼。啊 Handsome man， 英俊人那个 Handsome man 啊！来，奇怪，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哈？真的怪怪的，都流行这把英文名字直接英翻中哈。对啊。身为一个男 model 的我呢，的确会带动时下的流行，所以呢，没关系，就让那些市井小民尽情的模仿我吧。阿公啊，很奇怪呢，阿高说男 model。啊，正好有分男女啊，男妈的、女妈的，好笑。对，他不是说男妈的，他的意思是，他是说他是个男模特啊。男妈的先生你好，男妈的先生，哇，这是我的荣幸，能够来跟男妈的这位男妈的，男妈的先生，你真的很特别呢，哈。啊，当然了，哈，你看我看一下，看在我是最舒服。Oh my God！ 爷爷！Oh my God！ 爷爷，这是玛莎斯斯凡赛斯是2004年最新限量非洲狂野系列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死亡级的大师小伙子，很正对不对？超正！超正大正点，你看他很吃火呢，老公，是不是说？哇，哎，男方同学还是比较有眼光嘛，你都不懂欣赏哈。那当然哈，虽然我们两个素昧平生，可是哦，很冒昧的，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？可以啊。冒昧是什么意思啊？男方，冒昧就是鲁莽的意思。冒昧就是轻率妄动的意思。我来，一个人，请摩托车，上厕所，门没锁，一个人，外面有人，开门。好冒昧。上厕所，门没锁，一个人，外面有人，开门。好冒昧，丢脸。那素昧平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中国人吗？你们又要笑我没有学问哦？没有啦，其实我没有在笑你啊，素昧平生他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我就放心了，原来是你们没有学问，竟讲的这么没有意思的话啦！干道车先行是一个很好的交通规则。先生，你要多读点书，不要再讲这些没有意思的话了。你不是有话要问我吗？哎，对了，哎，我是要问你哈，你觉得啊哈，像我哈，我这样有没有资格变成女妈
等一下，不要一直跟他讲话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刑事组。开玩笑的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的，没问题。嗯嗯，什么？厂商指定要黄志伟代言。黄志伟，拜托，黄志伟有我帅吗？黄志伟有我帅吗？黄志伟有我帅吗？啊！喂喂喂！可是我也有，要有经验，我喂。高中恭喜了，你认识黄志伟哦？认识，还有我帅吗？哦，你先回答我，我适合当你妈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妈的先生。我麻烦你来一下吧。你个耍白痴好不好？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你现在跟他讲电话，让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专业的妈的，一看就知道他没什么经验，而且……先生，你不要在别人背后说闲话好不好？还说我没经验？天哪，这小子他也听得见了 ？Of course。一般人说话的频率呢是500 EK 2K 赫兹，他们的音量呢在90分贝到110分贝呢，一般人都是可以听得到。可是我跟你是不一样，哇，125赫兹，20分贝以下的我都听得到，除非我在失踪。哇、不懂啊。这个就是声音跟在水中还有空气中的速率比值的问题吗？它们的比值是0.23倍，也就是相对速率。折射率相差的越多，就代表反射波它相对的强度就会越大。所以呢，空气在水中，哇塞，它的入射角很大，很近的。所以你们只要讲到我的水波反射就到啦。对。很简单哎，就是声波速率跟传输介质的关系吗？在一般空气中是3.35倍，在水蒸气中是401，在水中是1300，在水中是1104，在那个木头。够了够了够了，我们不想躲那么多 ，OK？ 好。我当然是在基地啊。啊，房东，你房东。不会演啊，没有。啊，牛剑啊！什么大事？放工。去开门的。好的。去他公司。哎，黄丽玲，等我一万你哦。一个人。嘿。诈骗诈骗！哦，开门，有人进来，开门，不是什么？有门没锁，哦，门没锁。光这速率越多，就代表反射波差的越。加油！是401，在空气中呢是300多的了。在雨中是5101。没事。我们这集录短一点，因为后面这个可以播。